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金啊。今天呢，我们访问一位很特别的医生啊，然后要谈一本很特别的书。这位特别的医生呢是蔡宏斌医师，他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学士，然后同时呢也是呃台大啊环境与职业。 哦，健康科学研究所的硕士，台大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博士啊，现在呢是在台大医院的整合医学科主担任主治医师。我为什么先把这个蔡宏斌医师的呃？ 资历呢，先跟您大概说一下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蔡医师呢，他有这个医学方面的背景，同时呢，他又是做这个环境啊、健康这个整合。主要的就是说，蔡医师呢，他现在呢，在这个台大医院呢，担任整合医学科的主治医师，他处理有关于重症的这个病患啊，还有如何的这个、呃、安养等等部分呢，他有十五年的这个经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呃，在周四。 我们让我们读书吧的单元，我们要来谈蔡医师的最新的一本书《好活与安老》。呃，欢迎蔡医师，蔡永明医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蔡医师的资历很特别哈，就是您有等于是说有医学的背景，台大的环境与职业健康科学研究所，就是类似像工位吗？是。他为什么那么？为什么他要取？他就不直接叫工位呢？他取名叫做环境与职业健康科学研究所有。 比工位的范围更大吗？啊、呃，对，因为其实整个这个工位的这个体系发展到现在超过一百年，它有很多细的项目。那我在过去硕士的时候，就是接触环境职业医学这一块，就硕博士嘛，哈、哦。啊、呃，那我博士就是念的就是往偏政策啦，政策这方面，哦、所以才会接触到安宁啦、啊、缓和这方面的。嗯 的事物，所以像那个呃，哎、欸，蔡蔡医师，像您现在的这个背景啊，就是有医学背景，然后有工位背景的话，是当下呢，当全世界面临到疫情的时候呢，最需要的类型的医生，因为我们很多有不少。 呃，就是就我们这行政官员来讲，要不然就是出身工位体系，好，要不然就是这个医生啊，嗯、是是或者是说，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常常有的时候，呃，因为医生啊，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跟工位的这个学者，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这个看事情。那您自己一个人就呃，就具备了两方面的这个条件了，所以我请教一下，嗯。 我们现在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对于这个病毒来说，到底应该是防堵哈，然后呃，从阻绝境外到呃，到达到这个已经很难阻绝境外的时候做减灾，还是应该像过去这一段，因为这就典型的做法就是中国大陆，好，中国大陆就采取这个做法。那现在很多国家。 他慢慢的开始在跟中国大陆学习，只是他因为体制不一样，他不能够学到呃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状态啊。那另外，那台湾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另外一类就是以新加坡为首啊，新加坡一开始就采取的是一种佛系的做法。哈、啊，那嗯、呃，到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国家，英国也是如此哈、啊，被称为佛系。德国。 有点被称为佛系，但是完全是被误解的。德国才不佛系嘞，哈。<是>就说，嗯，这些的这个做法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是新加坡好呢，还是现在在往这个、呃、新加坡方向走的英国好呢？还是像台湾这种全？ 全境戒备，他好的，到底该怎么样？嗯，<laughs> 是啊、哦，我想、哦、好，刚好呃，就是说我们这次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哈的这个发展，大概从今年的这个一月哈到二月，好、哦，这个整个这个哈，新闻还有这个媒体哈的这个揭露啊，到现在已经到三月中旬。那其实刚刚啊，蓝金您说的，我们。 到底是防堵好还是减灾好？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阶段性。那台湾目前我们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以追踪到现在每一个案例的源头，所以呢，那防堵对于我们争取啊我们的这一个进到第二阶段减灾的这个时间是很重要。所以对台湾来讲，呃，我有看到我们的这个时钟部长诶、欸，他有提到说，我们再来慢慢的呢，就要进到呃。 去防御社区传播的准备，所以等于说，在台湾的这个做法的第二阶段，我们可能就是也是这一次参考新加坡的的这个的这个方向。不过，我觉得用佛系的这个防疫，这个听起来，呃，大概以我们公卫的这个讲法，真的是不够精确。嗯，好，那英国呢，跟德国，他们其实背后，你看，英国是全世界最老牌。 的这一个工位的这个发源地，没错<錯>，而且他的对，而且英国他们自己其实很自豪他们的鉴宝制度、欸，哎，是，只是对我们看来的话，英国那个鉴宝呢，就差很远的。<laughs> 其实关键的原因在于费 <coughs> 用是啊，<好>因为我们几乎。 就是公费健保的这种概念了，<是>对啊，嗯、但英国不是啊，还是很贵啊。我、嗯、我想说，就是说这种医疗体系的效率啦、啊，关键是在体系的效率，对，欸、是是是，啊、嗯嗯嗯，英国的健保体系还不错的，很棒的、啊。是，嗯、那我我想好这边其实也跟大家说明啊，刚，所以您说为什么称佛系<那>不对？呃，因为你佛系听起来就是有点放任嘛。那、嗯啊、其实如果说你去听他们英国首相在讲的，他是说应该。 呃，就以他们的这个医疗体系如果不崩溃的话，那应该就是要就是说让哈、哦，就是这种群体免疫的这一个概念跟做法，哦，有它能够运作的时间。那当然我们讲话讲得很快，就把它变成说，那你就是放任哈六七十 percent 的的这个人民去被感染。那当然实际上做法不是这样，我们所讲的这种群体免疫。 最标准就是打疫苗，就是像以前讲的种牛痘这样子。可是还没出来啊，疫苗还没出来。我请教这个蔡宏斌医师啊，嗯、就说，嗯，像这个 Boris Johnson 的这种讲法，哈、啊，他应该采取的其实是跟李显龙的方式是一样的，哈、啊，是，就说，嗯，为了要避免，因为因为这次的这个病毒，它的感染力很强，哈、啊。是 所以呢，他可能很快，因为他没症状，他也会传染嘛。所以他可能很快呢，就会很多人都感染啊。新加坡因为量体小啊，他<是>在前面传出了几十个案例之后，是那个呃李显龙就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之后呢不可能一开始初期的确诊或者是重症的时候，我们可以收治啊，我们就收治，但是我们很快我们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哈。啊、<的>所以到时候呢，你轻症呢，你就在家治疗。 好，然后重症呢，再到医院治疗，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他被称佛系，他并不是佛系啊，他有在治疗啊哈。<是的 S 1> 而且现在疫苗又还没出来哈，他只是不要去拖垮他们，造成他们国家的医疗崩溃。是<的>。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请教这个呃蔡宏斌医师，就是说新加坡跟英国比较起来，这国家的量体差别太大了哈。这是第一个，<是的 S 1> 第二个。 我们如果去计算哈，新加坡他们的基层医疗院所、病房、医护人员跟民众的这个医护比的话，超高。我我我没有我没有正确的数字了哈，但我猜新加坡是不是最高的国家？那个数字很，它的基层呃医疗啊，从底到到上面真的非常高。第第三个哈，所以他医疗没有到崩，他不会面临到崩溃的这个状况。可是。 可是英国的做法这样子够吗？就是嗯、呃，这样子够吗？他们说发烧到六天，他们都还呃不让你检验哈，不让你这个确诊，那是因为英国的基层的的。的 他们不把这个病当做一回事吗？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讲，他们可能会有这个疑惑，就是我们撑得过去吗？我们的医疗体系撑得过去吗？好啊，其实我也是今天，我是说英国了，啊、我们可以了。啊、到目前看来 okay, okay. <laughs>，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关注哈，在欧陆这方面的这些工位的这个新闻的发布。<laughs> 那今天我所看到一个最新的哈，就是说这个强生首相、呃、他也讲到说，在英国这些比较高龄的这个长辈，好就。 就说这种七十岁、八十岁以上的，他们会说最好在这一段疫情期间自我在家隔离四个月，也、哎、就是说就不要接触到公众的这个场合。那刚好在呃这个周末哈、哦，那呃在台大呢，我们的这个医学教授、哎、他跟我们这些学生在讨论这一个。 欧陆这边的这个防疫跟我们国家的有什么差别？他、欸、其实有提到一个，诶、欸，我觉得蛮好的概念，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他其实讲到的这个观念，就是说，在这一个防疫的关键期间呢，他建议祖孙要分流。 啊，也就是说，哎、欸，这个长辈跟那个、哦、这个孙辈的，比如说像幼稚园啦、啊、小学，欸、因为你大家就是说你有育儿经验的，你们就可以想象，就说哎，好像小朋友的这个的一些什么感冒啦，或这些感染，哎、欸，这就传到父母，然后再来就全家都<對>都中。嗯嗯嗯那我觉得说这个祖孙分流的概念，其实你如果到今天英国。 首道理在讲耶，哎、啊欸，这个是我们没有提到的耶。是啊，是啊。啊、哦，而且台湾到现在，因为、啊、嗯很多爸妈可能要上班，<laughs> 对,對，<對 S 2> <laughs> 爸妈要上班，而且在疫情的时候，小孩放假，小孩放假，小孩不用去学校，爸呃，爸妈要上班，然后呢，呃。 呃，祖父祖母这段非常重要，不但要带孙子，还要帮忙领口罩。<laughs> <laughs> 是是是是是是哦，所以子孙分流有道理，有道理。就是说，在大家都还没有状况的时候，其实就要分流了，是不是？是，哎，就在这一段期间啦、啊哦，在对，哎、欸，我看，我请教，我进一步请教蔡医师哈，因为我看美，我看美国，嗯、呃，也也是一副快崩溃的样子啊。<laughs> 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医生呢，跟呃专家呢。 他们真的是属于这整个社会的啊，呃，吹哨子的人。他们很早就把丑话讲在前头了，<是 S 1> <laughs> 然后呢，就而且他们很针对美国当前的资源及面对的状况，其实做出了一些还蛮有效的建议的啊。是，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那个子孙分流啊，我就看到有一些的这个美国的学者，他们就讲说，他们现在已经把。 他们的父母哈，如果说因为美国人，对老人家也是这样，就是他的选择年纪大了，他们都去住安养院。然后美国第一个爆出来的群体感染死亡率很高的，就是在那个安安养院,院。对，他们并不是，他们把他们的爸爸妈妈给接回来了，嗯，是。然后呢，就是啊，就让他们好好的在家里照顾他们。哎、欸，所以这个是应该是。 像类似像英国或是美国这种国家应该的做法是不是？呃，我想他们有考虑到他们的医疗的量能啊、呃。那我有看到，其实这个跟台湾不一样了，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呃自我隔离嘛，哈，自我健康管理。可是，一旦你有发烧症状，诶、欸，有喘啊这些，你是直接叫救护车把您送到医院。这个在台湾目前还不是这样的做法。哎、欸，那我请教一下，就是说。 您刚才讲说子孙分流，因为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很新哈，然后呃，可能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观呃听众朋友来说，它也是一个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方向哈。是。可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就我们过去的例子来讲，他常像比如说、呃、住院了，长辈祖父母住院了，就去探病，所以就会发生生,生儿啦、啊啊、小孩啦，<laughs> 哎，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是不容易感染吗？这么小的小孩他都感染了啊！是。 可是我如何知道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做好所谓的分流，分流要做到什么的地步？我可能我是那个染病的，按五十九的高中生，我在外面爬爬照哇，活动力非常的强。可是我已经感染了，我不知道啊。嗯、呃，你现在医生虽然告诉我说我们子孙要分流，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自主管理嘛，因为自主管理他的那个。 它的那个意义更更严格嘛？啊，是，那这样没有用啊，那这样还是分分不了流啊。所以，什么叫做子孙分流？要做到什么地步？我还可以跟我的呃祖父母或者是呃这些长辈大家一起吃饭吗？嗯、呃，然后一起看电视吗？啊、呃，你去接我下课吗？还是怎么样？好，呃，我想因为这个实际具体的做法哈，其实在台湾，哎、欸，这个我们还是要听。 中央流行防疫中心他的这个进一步建议，但是我觉得说，实物上在家庭里面，我觉得台湾现在这个公筷母匙这个其实做的蛮好的，在家里也要哎，我觉得在家里面这个也是要保持。嗯，好，那当然就是说，哎、欸，是不是要一直戴口罩？哎、欸，这个我倒是觉得，你如果没有说在这种啊、呃、大众的这个聚集的场合，那我就觉得口罩这个就是说是一种选择性的。好，在家里面都一直要一直戴口罩，我觉得这其实是。 非常非常非常辛苦，对呀、啊，但是勤洗手、欸，哎，我觉得还是很重要、欸。我觉得这次你看说在亚洲，我们大家，哎、欸，这个防疫这方面，哎、欸，真的是大家做的很好。我觉得勤洗手的这个观念的提倡是关键。是，您现在听到的是台大的医师蔡宏斌医师。蔡宏斌医师今天提醒我们两个哈，很重要。第一个呢，子孙分流，啊、祖孙啊，哦、祖孙分流，分流对不起，祖孙分流啊、哦。呃，当然，呃，如果说 本来就是呃爸爸妈妈呃祖父祖母这个身体的状况呢，就是属于有长期慢性病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更要小心了啊。嗯、是的。然后在家里呢，在家里也推动一下公筷母吃吧啊。<的>然后呢呃勤洗手。最后一个我请教这个蔡医师的就是，那 Johnson 他讲的那个部分啊，嗯、呃，到底就说让这个国家百分之六十的人。 都可能具备有这种自然的这个抵抗力，到底合不合理啊？我看那个英国两百多个，那人数可能还会再增加呢。叫他不要这样子乱扯了，然后赶快学校停课吧。到底学校该不该停课？到底百分之六十的人会不会有抗体？好。 对，我是觉得说他可能话讲的快一点了、哦，<laughs> 就是说这个其实应该呃照正常有这种工位概念的的这个防治的做法，那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一个一个区域的这个来做。他这样子让大众暴露在这个病毒当中，他到底是哪一种亚型是比较猛烈的还是轻微的？你如果说只是一句话，哎，那那我觉得说这样子的做法还是有点粗糙。 哦，oh, 那不然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他的前提，他的这个假设，啊，我觉得说到底存不存在？呃、大概其实在欧洲了哈，因为他们很重视个人的这个自由，所以你就说你要大型的这个聚会不要办，这坦白讲要有点国家的强制力量，而且要有紧急命令。我我相信大概你看看，像在英国啦，在德国，他们要。 就是禁止这个大型聚会，这都是有点要发布紧急命令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嗯嗯<对>，好，那那我想大概他们有一个配套。OK，所以蔡医师的您的意思是说，呃，像因为因为在没有疫苗的情形之下嘛，哈，然后我们对这个病毒呢又很不理解，哈，它其实感染率可能真的是很高，就是就各个国家来讲，搞不好真的都会到六七十的人都感染哈。但是并但是呢，要让这六七十个人。 呃，六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有抗体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做法，对对对就对他还是要分，就对了对啊，还是要呃局部的控制<对>啊，不让那个特别是重症，不让那个重症的一扩散的话呢，<对>不得了，这个国家你有再好的工位体系，它可能就都崩溃了啊。对，您现在听到的呢是台大医师蔡宏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书了，读这本呃蔡宏斌医师的最新。 新的著作《好活与安老》，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台大医院整合医学科主治医师蔡宏斌蔡医师。蔡医师呢，呃，推出了他的有关于这个话题的第二本著作，这个著作呢是《好活与安老：从病人自主权利到安宁缓和全人善终完全指南》啊，呃，这。 这是一件写这样的书，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他要跟呃社会上面呢，现在对于呃善终啊，呃，然后什么叫做病人自主权利？你是不是要让我去安乐死啊？啊，然后呃，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在重病阶段的时候的我们？啊，我讲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并不是只有你的亲人、你的家属、你的朋友。 而是，呃，当我们每个人面对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呃，我们可以先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提前来思考，当我们未来面对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想怎么做？好，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以后可以有一预先的心理准备。你面到面对到你的亲人、你的朋友的时候，嗯、呃。 你可以怎么做哈？所以蔡医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病人自主权利法》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法通过之后，它其实给予给予这个病人啊，呃，比较多的这个自由哈、啊，去选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处理我自己希望的一种呃医疗对待和临终的方式。它跟安乐死到底有什么差别？应该医生碰到很多这种方面的质疑吧？是。 嗯呃，因为像我在台大哈，呃，整合医学科也是真的是处理比较多的这种生命末期的病人。那我们在讲到接近生命末期的状态，有啊，大家可以想象了哈，就是说，癌症啊，癌症末期。 有这个远呃很多的这个转移痛苦不不堪的这种情境，那也有这种就是一些慢性病啊，比如说心脏衰竭啦，这个脑中风失能都嗯、呃、没有办法自由的这个行动的情况，或者是肝硬化有腹水哇那个。 很不舒服，或者是说慢性肺病，嗯，所以这个生命末期的样态非常多，多好,多好多，还有一些是意外，是就是说我因为不管是车祸，或者是说是、呃、突然的呃中风哈，脑、哦、脑<是>出血哈，<是>那我就变成紧急的送到这个呃救治要加护病房，然后昏迷指数可能就一直在处在三的状态啊，那到底该不该继续救啊、哦？到底该不该怎么样？ 就是呃，被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通过之后，我看到它上面其实规定的很细了哈。是，有几类的人呢都可以呢，呃，都都可以去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以提前的来为你自己做决定。这个部分是不是医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我在健康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签。 因为他要签一个签一个预立预立医疗决定决定嘛哈，这不是那个放弃急救那个哦、喔，<是>这跟放弃急救不一样哦、喔。我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可以去定？假设我现在我已经要去定了，我看完你的书我就决定要去定了，而且我、啊、你后面给我们提供的表格我都勾选了，<laughs> <laughs> 就是说那那那要要怎么定？要怎么去去去立这东西？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就是我是一个完全的健康的人哦、喔，嗯。 好，我觉得哈，这以台湾的国情了、啊、哈。你说，诶、欸、这个，呃，像我们那个这个哈，这个中年人哈，这个在三明治时代的中间，诶、欸、这光生活就很辛苦了。就是、说你要一下子去想到说，哎、欸，这个未来万一怎么样？坦白来讲，平常的这个情况，身体很好的时候，大概没有那个动力。但是当你有照顾过家里面。 失能的这个的的这个患者，嗯，或者说这个年长的长辈，他有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情况？哎、欸，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说，透过我们照顾我们的亲人的过程里面去反思，哎、欸，如果我也是、欸、到这种情境，那我应该要怎么样，不要让家人他们更担心？没错<錯>，哎、对啊，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哈，所以就像呃蔡医师嗯讲、呃、到说。 中年啊，三明治时代，就我就是这种哈，呃，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时代的人。所以说，我们透透过不管是说，嗯，祖父母辈的离去，父母的离去，好朋友的离去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去想，说我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哈，是。所以，我现在请教的医生呢，就是说，我看您的书上面写，就是说，我现在在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啊。 我可以，我就可以找这个我的法定的医疗的代理人，对，<好>我定代理，对，这个第一，然后我们去要他有特约的医院嘛，哈、哦，有特别的医院是，好，然后去经过咨商之后，哈、哦，充分的沟通理解，你知道你是要做什么样的处置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签这个预立医疗医预立医疗的决定嘛，啊、哦，那我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法定代理人。 就您的书上来写的话，他其实不见得是我自己的至亲家属、欸，哎，是，那,那哎，为什么这样？我觉得挺好的。<laughs> 好我记得，而且已经有朋友要要要我去当他的那个法定代理人了。对，<laughs> 其实我讲去年我刚好有机会到这个德国哈去开这个欧洲安宁款和年会，那在那个会场里面呢，哎、欸。 有德国、哦，德国的这个医师朋友啊，他跟我讲说：“哇，你们台湾好先进哦！哦，在这个世界三大同志游行里面，哎，这个我记得是旧金，哎，旧金山，旧金山，对，好、哦，嗯、然后柏林，第三个是台北，对。我、哦、那个时候我心里一觉得一整个骄傲呢，<laughs> <laughs> 真的啊，台湾这方面是非常的、<是>非常的，在多元性别啊那个同性同志的权益上面，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台湾的社会。嗯嗯 也进步到这个阶段，所以您可以看到说，哎、欸，当，呃，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同志这个婚姻这个，合法，的也是才刚刚开始嘛。那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有时候这个当你亲情梳理的这个时候、欸，你最了解你的那个人，好，那当然有时候有一些比较稍带负面的小三、小四、小五，嗯，好，那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在宗教方面的。 啊、呃，就像说修女啦、神父他们这样一个宗教团体里面的这个代理人，哦哦、我觉得，哎、欸，我们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就有想到这么样多元族群的、哦、原来是这样哦，他不只是像您书里面提到的说，<是>呃，像配有些人他他可能离婚呐、啊，啊、或单身呐、啊，哈、啊，或是家族的亲属。 的关系很疏离了，或者是说，其实朋友呢，老死根本就不想往来啊。哦、呃，他还有牵涉到，就是你如果说，虽然这个我们同志婚姻是已经合法了，可是你可能终究你们没有婚姻关系。 啊、呃，或者是说等等的因素的话，或者是你因为宗教呃出家啊，那你就可以指定一个法定代理人哦，或者是像他们叫医疗委任代理人，委任、哦、代理人，OK，<对>好，所以这是一个好。另外一个就是说，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入到实际的、实际的、实际的这个问题嘛。我们从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决定，我们就可以来请这个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说，说为什么我要去填这些的。 在做决定的时候，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您碰到的这个个案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哈，呃，他必须就是说，呃，我在我去规划我自己未来的这个医疗方式的时候啊，他就是跟这个法之间它的关联性就很大了啊。就如果我失去了意识，我处在植物人状态，这是书里面写的啊。然后或昏迷接近临终。 他就是必须要经过两位专科医师的判断嘛、哦，啊，对对，认为康复到神志清楚的机会很低，甚或康复了也可能造成脑部或者是身体功能永远丧失的时候，我想要的医疗安排是，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来做决定了，对不对？呃，我觉得我请教一下就是，就说、呃、刚刚您提的那个应该是说，呃，到了最后要做撤除维生医疗的阶段，所以呃，当要谈这个。 就要到谈那个之前，可能就是说在他身体还好的时候，哎、欸，大概就要先预做一个交代跟讨论。是，所以我在我们我们刚才在谈的就是说，当我健康的时候，<是>我我可以去思考这些的问题。对，然后透过思考这个问题，透过蔡医师的这本书，哈、哦，透过他提供的这些的规划自己医疗方式的表格，我们你不用你不用有这种亲身的经历，就说。 啊，我真的是我照顾过我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或什么的。你可以去冷静的去思考你的问题。假设我今天因为车祸处在植物人状态的时候啊，那我是希望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呢？啊，尽所有的医疗方式去维持我的生命，然后还是说我呃我的尝试我要去尝试治疗治疗评估无效停止就容许自然死亡。 它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各种各种的做个状况，我要不要接受插管？我要不要接受心肺复苏术？我要不要接受怎么样？还是我只接受安宁治疗？这不就是您写这本书和在临床上面你们会碰到的案子吗？我我想就是说台湾的社会一直在进步，嗯，所以当初在安宁缓和条例里面呢，提到的是说你要不要被急救，所以就是讲什么插管、电击、压胸啊，好这些。 哇、哦！大家一听就是哇、哦，好紧张、好可怕的那一个场景。那但是这个在病人自主权利法它规范的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哦，当你被救回来，但是你是完全卧床失能，都要人家照顾，你要不要接受鼻胃管被灌食？那就是说当你这个，比如说你有肺炎啊，或者一些疾病，那你又在重度失能、整个失智的情况。 那你要不要被全身哦五花大绑哇？这个所有的这个束缚什么东西都一次灌在你身上？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嗯哦，因为这个其实不不只是包含了医疗、哦，还包含了这个长期照顾的这个层面，你的人生自由，这个其实。 坦白来讲，这这个细节非常的复杂。对这个细节有很多要讨论，这个也不单单是医疗单方面可以做决定的。是，那蔡总医师，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呃，我之前的时候我没有先去签这个玉立医疗这个决定的话啊，嗯、到面对到这种关头的时候，嗯，就是。 我可能到医院了啊，啊到医院了，啊、到,急到急诊了啊！我已经嗯、呃，我已经被被插管了啊，但是我的神志意识是清楚的，还是说我已经被气切了？我的神志意识意识意识是清楚的啊。那这时候家属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哈、啊。有些家属呢就非救不可，好、啊，有些家属呢可能不愿意病人受苦，啊。 那这种是不是分那种？这种是不是分两种状况？假设我个人啊，就是我是病人本身，我自己还意识清楚的话，我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表达我想要怎么做。是啊、呃，其实像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就有设计一个叫做“好活与安老笔记本”。那我觉得说，以台湾的民情哦，就是就说，哎、欸，假设说，哎、欸、您哎、欸、看了这本书，您有思考。 那我们可以制作自己的好活与安老笔记本，把你的一些想法写下来。好，那就是说，可能在某一些场合，那我听过我的老师啦，他有说啊，在那个过年的那个时候拿出来，诶、欸，大家轮流看。哈哈，这个是我想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台湾哦、喔，你你要表达你的爱，不见得用讲的啦。诶、欸，有的时候这种非语言的这个表达哈，包含你写的这个东西，诶、欸，让这个你的亲人大家在。 思考，哎，中间可能有一些小冲突，最后大家达成共识。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沟通的过程。那我们的社会慢慢的也逐渐成熟到可以去谈这样子话题的时候。是，而且蔡医师他们提供的这个好活，呃，与安老笔记本其实很细耶，哈对？就是我想要用什么样的告别式啦。 好，我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医疗对待啊？我最想跟这个家属，呃，就是我爱说的说的一些什么话？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来不及说。哎、對,对对。好，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意外嘛，可能车祸，可能失事啊，飞机是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他可以来思考一下。但我请教的医生呢，就是说。 呃、嗯，因为我们实在是碰过太多太多这个例子了。您更是您就更多，<laughs> 您每天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嗯，最难的是不是说在病人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识，然后也清楚的意识，而家属又放手与不放手之间出现两派争执，这个是最困难的状况吗？呃，其实，在我们啊、呃，真的照顾病人的过程里面呢、哦。 呃，其、就、实、是、应该怎么说哈？就是我还碰到所谓的“天边孝子症候群”。对，真的有这种吗？<laughs> 很多啊。<laughs> 这是一个医学专有名词吗？呃，我记得有英文来讲，就是说来自加州的女儿了、啊。症候群、啊，病人在东岸嘛，那女儿在西岸。那在台湾的，如果说你换个场景，我会可能就有听到说，蔡医师钱都不是问题，你就尽量救，尽量救。那可是您要。 以如果说你这个病人哦、啊，你要想想在病人身边照顾家属的角色啊，你要救到底，那我们照顾的人在身边这样照顾的那个压力超级大。嗯，所以像我们若碰到这种天边孝子的这种情况，嗯、我们要先让他家里面紧张的这个压力要先舒缓，嗯、那不然最后假设说病人走了，这个家家属之间的那个争执还没停止，是啊，而且。 <laughs> 这真的很难啊！哦哎、这这不不真的真的很难啊、哦！嗯，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像就真实发生在呃我身上，就是我们呃我过去在电视台的一位好朋友啊，他他肺栓塞啊，然后就住院啊，一下子呢就不行了啊，就是就装上这个叶克膜啊，因为他的父母呢呃并不在北部啊，这在住在这个中南部。 后来呢？父母啊，我们就朋友来说，朋友都是都是加油啊，给他加油啊，<对>打气啊，甚至要录音啊、哦，啊、嗯嗯，要把他唤醒啊、哦，啊，他已经装上叶克膜了。嗯，我觉得了不起的是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父母呢，上到台北，然后到医院看到女儿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觉得最人生最痛的一些事情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嘛。是，但是他的父母呢，却在当下呢就做了决定。 好，那个叶克魔袋装了第三天的时候，他的爸妈说不要再急救了，啊，因为女儿不要不要让女儿这个受苦啊，而且他们觉得女儿的这一生呢已经过得很精彩了，这个多难呐、啊、哈，啊、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呃，请到这个蔡宏斌医师来谈这个这本很特别但是又很重要的书《好活与安老：从病人自主权利到安宁缓和》。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今天呢，我们请到台大医院整合医学科的主治医师蔡荣斌蔡医师来为我们谈他出的这本新书《好活与安老：从病人自主权到安宁缓和》。我看到您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啊，而且呃，他回答了我很很多的疑惑哈、啊，所以哇，里面呢、啊、有话。 又画圈了、啊，还回答了问卷。<laughs>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了啊，就是，是呃，其实说，其实说真的，哈，每个人呢都会面临死亡啊，这是最公平的哈、啊。我讲的是说真的說，说善终其实是最难的哈。啊、是，所以呃，我们过去常见的观念真的就是好死啊不如赖活，其实应该转过来啊，是怎么样走的？ 潇洒，嗯、对，怎么样走的舒服啊？<是>舒服一点哈、啊，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啊。是，但是我请教医师，我有点不太理解哈、啊。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呢，呃，都已经做好了所有的这个决定哈、啊，我要做，我已经也预立医疗的安排啦，等等之类的啊。但然后我的法定代理人也都签了,都都签了啊，<是>我就已经讲，我不要心肺复苏术，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是不是？如果你只要做成这样的决定，好，到最终的那个时刻的话，一个不管是天边孝子也好，或者是说呃热心啊、呃、爱你的朋友也好，他都不能改变这样的决定，因为您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呃，那位妈妈啊，那位奶奶啊啊。 他其实他就不要插管，他也不要什么的，什么都不要。可是医生却觉得说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你可以拔管呐、啊。’你只要救治之后呢，你拔管就好了。好，你拔管到救治之后，你你是有拔管机会的啊。那如果说有个家属也跑出来讲这个事情，或是任何人来讲这个事情的话，或是甚至是医生讲这个事情的话，怎么办呢？好、啊，诶、呃，在目前我们实物上啊，我们对于就是说，诶，各方都是很爱这个病人嘛。 那到底诶、欸，医生该怎么做？诶、欸，这个考验医疗的智慧。那现在我们其实有 SOP，我们应该要给这个病人一个机会。我们这个叫做现实医疗尝试。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设定一个礼拜，好，诶、欸，我们一个目标，在下个礼拜，如果说你连续经过三个这个礼拜的这个期间，病人的生命真相各方面都没有好转，那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去讨论我们的 B 计划。诶、欸，这个。 后面我们要怎么样让他舒服？我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我们食物上面真的也是啊，经过各式各样的状况，嗯、我们觉得这样也符合台湾的民情。哦，哎，你也尽力，大家没有遗憾，哦、而且大家。虽然我已经预立医疗安排了，但是还是希望做到周全周全，对对对对、嗯。这是因为医生也怕被告吗？呃、哦，我觉得这个是一。 啊、呃，应该这个也是一部分的这个原因啦。那但是我觉得说，因为你们现在临床上面最常碰到的这就,就是这个问题吧。比如说天边医疗孝子就很会做这种事啊。是，那但是我觉得說另外医生你都不救 <laughs> 啊，对不对？所以到时候你怎么样 <laughs> 我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说，以台湾目前的医疗的这个状态，嗯、还有一点就是说，医疗是一个团队的照顾。你这个团队里面，嗯嗯你比如说你有心脏科，你有神经科，你有。 这个胸腔科，你有肾脏科，哎，这些团队他也要凝聚共识啊。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说，现实医疗尝试，这个可以争取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是蔡永明医师提到那个肾脏科，就是我，也我也我也非常的惊讶，我是看您的书啊、哦，我才知道说，因为我们平常在想，就是说，哎。 我要不要做这个什么临终的处置？要不要来得来不来得及说再见？来不来得及为我自己的呃最终选择一个我想要的方式？他可以透过很多的这个安排。可是我们想象中的病症都是什么意外啦，是啊，车祸啦，癌症啦，哈，失智啦什么的。 哎、欸，没想到透析这个部分也是啊，长期透析竟然也是啊，<laughs> 是啊，是因为台湾的洗肾比例太高了，是不是？坦白讲是。<laughs> 那透析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就说，嗯、呃，我我不可以一辈子透析下去吗？一直到我走？呃，我想这个可能就要带一点我们这种公卫 <laughs> 医疗的这个统计的概念。比如说，当你九十岁开始透析，其实在很多的数据报告里面，九十岁开始透析。 有不少是透析不到一年了、啊，哎、哦欸，所以就是说，当你考虑到一个病人自己的价值观，不到一年有什么有什么关系？我就继续透、呃欸，其实很多人我已经透析了，我已经透析了那么多年了，最后这一年为什么不行？哎、哦欸，这个其实因为多痛苦啊。呃，就说其实，在这种我们叫做末期肾脏病的病人，这个这个尿毒症，它是全身的症状，所以这种病人呢，他会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你要他躺在那个透析床四个小时。哦 哇，这个对他来讲超级不舒服。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欸，所以就是我们要各方面的考量周全。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说其实都没有办法感受。<laughs> 比如说，在我父亲过世前的时候啊，他因为是中风嘛啊，那他很不喜欢照 MRI 啊，他就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照 MRI 有什么呢？哈，我以为是床，呃，就是那个病床有点冰冷啊，或什么的啊。 躺进去那个，后来等到我自己去照顾 MRI 的时候，才知道说好吵哦。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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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呢，我们当然没有被插过管，好，但是呢，曾经被插过管的这个朋友呢，这个苏醒之后，他就很清楚的做了一个决定說，说下次再碰到这种事情，<對>不要再给我插管了，欸、不要再经历这样不要对，不要再不要再插管了，不怎么样，就让我走吧，好。 然后您刚才讲到透析，就是说原来就是重病啊，就重病的这个朋友，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他是连洗肾都没办法的，可能支撑半小时就不行的，所以长期洗肾透析的是这么的痛苦啊？嗯、呃，我我觉得应该要更精确的来说了哈，呃，就以肾脏科来讲，就是因为这个肾脏衰竭透析，这个不是生命末期。 可是如果你是多重器官衰竭，哎，oh. 这个才是生命末期。所以在法里面，它也有，它也有那个一些条件嘛，哈。对对对,對。就你如果符合什么呃那些条件的话呢，對對對對你可以就就开始去去做进行这个病人自主咨询，对，去咨询，然后要不要就安排，就不会像就说像我就觉得说 <laughs>、欸，我现在就搞下去就要去安排，<laughs> <laughs> 就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對,对对。可以讨论。可以讨论，欸、但是它那个前提是说。 你必须呃，千提说你必须要想清楚你自己对于你的病情對對對是好，你是希望说被坦白告知呢，还是不坦白告知呢？<是>应该要被坦白告知吧？是，这不我想说，大家应该也都看过这个电视在演的那个情景嘛？嗯，好，就是家属就说不要让他知道，让他知道他会活不下去哈哎 <laughs>、欸，像这样的场景，其实我们医生就会透过这种缓和家庭会议一次、两次、三次。 哎，这个真的，我、哦、必须要沟通很多次。我甚至碰过有一个阿妈，她说：“啊，很重问题，你就不要来烦我，你去，你去，你去跟我儿子讲。我儿子如果说要或不要，哦、哎，他讲了算。哎，这个是台湾很特殊的状况，在国外不是这样子啊。李在宝丢钱那样啊，压力大的不得了。<laughs> 你说就，就就子女来讲，那我怎么可能不救呢？<laughs> 对不对？<是>那我今天如果说我决定说要呃，把我的父母或者祖父母…… 送到安宁照顾，或者说不要插管了，好像你觉得你很不孝诶、欸，好像你你不去不去救你的长辈，对医生来讲，那很多家属就说听医生的。 那医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怎么懂呢？我们当然一切都听医生。哇，医生头痛了，我跟你讲，不要，还是不要插管吧，你还是结束透析吧。那怎么得了？到时候如果发生医疗纠纷怎么办？嗯嗯嗯哈，所以呢，这就是蔡宏斌医师的这本书的价值啊，让我们可以去仔细的思考一下，不是我儿子要怎么办，我女儿要怎么办，我的亲戚亲朋好友要怎么办，或是医生要怎么办，而是我可以在我清醒的时候。 可以想想，我想怎么办？哈，非常谢谢蔡宏斌医师今天带来这本精彩的书《好活与安老》，这是发光体出版社所出版的。谢谢，呃，蔡医师。而我们最后呢，呃，我选了一首歌啊，嗯、呃，这是非常好听的一个歌啊。呃，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 这个歌啊，它原来呢是在美国啊，加州那个慈济的一个团体啊，有两位呢非常优秀的呃，我们的这个华侨的这个朋友啊，为慈济的这个活动所做的。那后来呢，在呃台大合唱团在台湾。 唱了之后呢，哇，非常的、非常的受到这个欢迎。上海的彩虹合唱团啦，然后很多的合唱团呢都唱了这首歌啊。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我们就放这个歌呢，让大家欣赏一下。再次次谢谢蔡宏斌医生带来这本发光体呃出版的好书《好活与安老》，谢谢蔡医师。好，谢谢大家。